我是希望，我的一部分存在在你的心里面。有希望即是有失望，每个人都努力尝试着相信生活里面还有这一样东西，因为相信就可以看得见。想一想，你曾经许下了多少个愿望呢？实现了多少个？未完成的还有哪些呢？甚至是那些曾经被你遗忘了的愿望，你还记不记得啊？愿望可以数算，希望就是一种信念。没了愿望，或者还可以凭着某一种信念而活十年、百年、千年。创建焚毁一六零再造一六三完成一八三再焚毁一五八零创建一五九五焚毁一六零二再造一六三完成一八三再焚毁一五八零创建一五九五一六零二再造三一八三再焚毁。你好啊，我是力量，听到我把声吗？我就在你的周围，带着你，陪着你，经历今晚的散步时光。我从夜晚的宁静里面重生，在喧嚣的白昼里面死亡。
我不张扬，因为我的源头是爱，而不是毁坏。是了，你好，我是恐惧，我一直都在附近，只是你不承认，或者不记得了我。愿下世生于净土，为遥路漫漫，未从人愿，叹问人性泯灭，生命何价。愿此刻脚步放缓，别动，停停，听时间一步一步到底，停停，默然回首，数百年前你像小孩如梦初醒，擦着眼睛仍是淳朴小豪村，如冒险家爱在迷雾里看花。小孩接着走吧，看前方有否乐园。啱啱进入那条狭长的通道嗰阵，你喺度谂紧咩？当下如果你退缩咗，就可能睇唔到遗留喺呢个城市嘅秘密基地啦。欢迎嚟到永远幸福嘅地方，呢度系永福围，我系当下。听唔听到我把声？我无时无刻都喺你周围，欣赏紧今晚嘅月光。你好，我是欲吾望，我是你的基本五感本能，我无时无刻都成为你。请仔细听下这些生活里面的声音。从早到晚，因为需要而产生的声音，
这里面向一片大海，来往的小舢板速度并不是特别快，但是不用等客满才开船，于是增加了便利性，形成繁华的小渔村景象。这一度是快艇头里，你好，我是体验。我估你应该知道，沿途从一开始到最后，你都拥有住我。如果你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请你举一举手，等我可以找到你。我是体验，来自于你手足五感所表露的一切。当你对外界的人事物进行理解领会的同时，点点滴滴都会转换为你一生的历程。生命虽短，却亦都丰富可贵。从这座古老的圣安多尼教堂可以窥见城市历程的轨迹。一城孤岛，觅觅寻寻，寻寻觅觅，帝国上岸，叱咤一时，沧桑几许，乡愁满怀，一年一月，风中会否勾起半点气泡？会否？